Hello， 兄弟们好，火哥今天挑水，我们要开始打扫除了，对吧？对，来吧，开始吧。给猴哥安排的任务就是擦墙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要擦墙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我从这里开始，看看墙上。家里小朋友多，很多小孩过来玩，每个人经过这条走道的时候，手都是这样的，小黑手一擦，墙上全是灰，不好，这都危险呐，有的都擦不掉啊！你看这谁的手啊，抹了什么东西抹上去的？以后换房的时候，人家老板再让我们给他刷一下，擦不下来，擦这个灰吧，擦灰，灰都能擦下来啊，那个黑的要用砂纸磨一下才行呢。猴哥在里头擦，大胃王专门帮我们负责墙上的蜘蛛网，上面其实还能长了很多小蜘蛛网呢。大家看，这边大胃王，啊，这上头这一排，哎，没刮干净，竖着刮，竖着刮，把拖把啊竖过来，左右孩子，左右刮，对呀，哎对，把它扫了，哎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不下来了，擦不下来了那个哈。对，那个就算了，擦别的地方吧。有的地方不好擦，兄弟们，像这版面你看刚刚那个墙上的手指印都擦差不多了，但有的黑的实在是去不掉，像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涂料还是什么东西，下不来了，都擦不下来啊。平时都没在意啊，家里长了那么多蜘蛛网，兄弟们，玻璃上大王，哎呦靠，这个头掉了呢，劣质产品呢、哦，哪儿生产的这东西？都能擦掉，都是你们脚底的灰呀、啊，孩子。你看吗？墙上一排，脚底灰。这个屋以前属于猴哥的，兄弟们，现在属于大胃王了。小车什么的，衣服，还有这边是小宝宝的东西。还有我们的配件也放了一堆哦，没地方放了。上面的蜘蛛网长了好多，大家看，这边，一会儿让戴维过来，全部把它给刮了。里面蜘蛛网也多哈，地上还是擦下来不少脏东西，大家看，全是蜘蛛网啊，什么东西？这里有。那个角最多了，我去这个角落，小蜘蛛的天堂。大勇，来这边，哎好的，再来我这屋，兄弟们，把我以前这个旧的中国结给它换了，换新的，哎，换新的，哇塞，这样好看多了，兄弟们，真不错，对吧？